模式有吧？才十个人啊，没压力啊，十个人。微端模式应该有，不过我没玩过。啊，不是微端模式 ，CF 微端有。我前段时间还看那个什么宣传片上面有。啊 ，CF 以前的微端什么什么的。哎，不要讨论其他的游戏，知道吗？我都一下带过去了，你们怎么还在这说？我这一下我说某款游戏，不要说其他游戏，反正 HD 我是肯定会玩的，就是不知道现在不知道这个游戏做的怎么样，要明天玩了才知道。这个就是 CF 的吃鸡啊，笨蛋！这个就是 CF 的奇迹啊，笨蛋！去那边吧。哎呀，我原谅。我跟你说，现在就说 CFHD 不好玩的，你等着打脸吧。他如果真如介绍的那样的话，他肯定会很好玩的，放心。呀，这空投怎么这么远啊？需要下客户端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现在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明天玩了才知道。这个要明天玩了才知道。他说是那边说是明天，你们点个关注啊，没点关注点个关注，明天来看，看有没有。说是说明天，但是今天都还没通知。等一下我问一下，我说问的我忘了。啊，原来有个人在这里。这里都被你收过了吗，小兄弟？不是你们老喜欢开那种玩笑干什么？什么叫还得充钱？什么叫还得充钱？那游戏刚出来哪有什么让你充钱的地方呢？肯定到了后面才会有的。反正没有 V 啊，进公平竞技，右手边有个人，我看一下他看到我没有。反杀！娘的，怎么打我这么掉血的？我怎么还炸了一下？一般像这种游戏的话，它是。搞搞皮肤卖卖的，你喜欢那皮肤又没有什么影响，对不对？你喜欢你就买，你不喜欢你就不买。竞技游戏的，到时候你的枪和别人的枪一样啊，你的枪和别人的枪一样，你就不会说什么哎呀买 V 啊才能打得过人家了，就是这个意思了，对吧？没 V 没 V 就有皮肤，不会出 V 的了，你相信我吧，不会出 V 的。你相信我好不好？我告诉你不会出 V 就不会出 V， 肯定的。我说不会出，你还信不信？我说不会出 V， 小孩子思想，跑够了吗？那你还是跑来跑去，跑来跑去。不要以为人家是下面有个人，不要以为人家是人机。只是他们听不到我的脚步而已。
哎呀，我操，三级头厉害呀！我打他的头，他打我的甲，他差点把我杀了，我日！三级头厉害，是不是感冒了？有一点，鼻子有点塞住了，这头都烂到这种程度了。没冲锋枪弹夹，啊妈的头盔，我这防毒面罩，你说啥逼啊？要不是我枪枪头的话，我就嗝屁了，你知道吗？要不是我枪枪头，我就嗝屁了。这才是三级头，多厉害呀！丢都丢不了啊！丢都丢不了，走了走了走了，换个二级甲，一级甲。你看这么大个圈，就他娘的剩两个敌人了。直播也要注意身体，知道了知道了。我有的时候觉得什么都是你们在说，多播播呀，多注意身体啊，多直播啊，多注意身体啊，多直播啊，多注意身体啊，多发视频啊，多注意身体啊。我每天直播5个小时左右，晚上又睡不着，职业病。哎，这轰炸区这边有个人啊，这边有个人，看一下空投，把空投拿了先。我还死不了，不是大哥，还有个空投，找找空投去。哇，这么远，不过现在人不多，可以去一下。这个轰炸区这边有个人，刚才是他们是在打架，然后现在又炸这个地方，肯定是有人的，他肯定还没走。就我刚才过来的时候，他还在打。这空投我也拿了，昨天3点钟还有在玩水，你知道吗？我 QQ 里面，我就带手游，带水友玩游戏，我也要被骂，你知道吗？我好委屈啊，我超级委屈，你知道吗？有的人他脑子确实有点一根筋，他说我们是单向好友，的确，我的 QQ 好友全是单向好友。你认为你能打得过我？太天真了你！他敢来追我，我这好好笑啊！我一看他拿着枪，我就知道他要死了。好，继而天真，你知道吗？还剩最后一个，找大炮去吧。单向好友说我拉不了他们，给我一顿臭骂，你知道吗？抓你妈的逼！这么骂的，抓你妈的逼！还带水友玩游戏，你的 QQ 好友妈的都是单向好友。我单向好友，但是我的确能拉呀。我昨天晚上拉这么多人一起玩，我上线的时候，那个好友里面有100多个人在玩。我的好友里面有100多个人在玩。我今天晚上还准备凌晨的时候带水友玩两下。我是准备全部都奉献给你们的，但是有的人确实是他奶奶的。哎，找到了，不好意思。记住这个圈，记住这个圈，第二个圈，游戏结束。这个人死了，看着啊！我想羞辱他。记住这个圈，第二个圈人就死完了，游戏就结束了。总共10个人，加上我，总共10个人，也就是说只有9个敌人，我一个人杀了6个。我一个人杀了6个，总共9个敌人，我杀了6个。第二个圈游戏就。